美女不是那个吗？不是尹少他妈吗？不是啦，小美英。你怎么知道？有不知道，他有很多是游水母、游美女，然后郑丽君他们都是女的，所以可以的，不要把政党打开回来。可是这样变成国民党会变成很多立委啊？不会啊，区立委。是区立委比较多还是部分区立委的？可是选部分区立委比较好哎、欸。我觉得应该是两党都不会做到。因为部分区立委真的会比较好，因为他的势力比较大，他比较嘴炮而已、啊。对，他的势力，他的势力比较大，他要不用，他不需他不用去，他不用去类似像什么选民服务，所以他就搞什么，他不用选，就是你没有，你没有所有选民服务，可是还是帮政府，对，他是帮政府，所以他很多事情他可以对外搞一些无为不为啊，最厉害了，妈，所以我就说部分区立委的那个能力比较好，而且我觉得民进党。但是就要意思说比例上来讲，你是以同性恋话题来讲的话，对，如果是以这个话题，我只想说比例上来讲支持同性恋，同性恋的这个民进党的感觉上面，是以政治考量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讲国民党是有一点就是高，那你要选哪一点？你哪一点？我总统会选蔡英文，我会去选的话。蔡英文是保持现状。哦，我们大，我觉得可以把台湾变成台湾，可以把早晚。蔡英文跟洪秀柱立场都有提过，他们说赞成同性婚姻，只是台湾需要多，多共识。什么东西？真的？所以说，蔡英文跟洪秀柱这样。真的？洪秀柱。素素姐。那、柯文哲不是协议叫什么给洪秀柱吗？协议小闲话，八个字。我看新闻看到的，那是柯文哲。什么柱姐加油？还是有中的。加油！这闪也太大了吧？应该是我越下越大，你应该是我跟你一起画的。太小了吧！我说你的伞太小了。太小了，什么叫五百多？就是五百多。吊牌都还没拆，这是还没拆的感觉啊。所以它骨架坏掉可以换。哎。这是摄影业是那个对不对？局长啊。局长啊！没有，我是去店面买。摄影业是然后就真的拆了。五百多。因为它坏掉就是。你看他的骨架，我还没洗澡啊，脏耶！骨架没有，我从昨天晚上九点洗完澡之后，到现在都还没洗澡、啊。因为我有出去玩啊，我出去玩全身很臭啊。那你正常？对啊。哎呦，回来都四点多，我拿那个体液还洗澡、啊，回来就直接躺了四，都快死掉。跟你决战一样。什么？跟你决战一样。干嘛这样？这样。没有，就是因为去那种地方本来就会。我就想睡啊，我觉得头发都是我不高，别点了，对吧？别玩别，去那边。然后就因为我们同学他刚好就是因为他要选全运，我室友，然后学长他从台南上台北练习，然后我们就一群人，因为他们好不容易就是昨天晚上课，就今天不用练习，然后好不容易休息，就是因为我们自从一月在那边办室友生日趴之后，就都没有去，就一直没有，我们其实面想要去那个。还是持续放松。今天那天花钱。我们昨天门票700。昨天又有活动，可是我们同志红趴。没有啦。昨天好像是昨天有活动，可是我们没有选择活动进去，我们就只是纯粹想要进去放松，就喝酒然后听歌而已。对啊。这样700了，啊里面酒是免费的吗？就唱。啊，每一天不一样活动，像你有去过同志夜店吗？那是 gay bar 吧。那个 像礼拜天的话会有那个 student night 就是你学生证的话，现在它涨价是350，可是之前是200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只是纯粹去放松。那好久没去了。我们去，所以我没有喝很多。以前我只喝一瓶半的。都打球嘛，对不对？是以前那种，那个叫什么？
轻，也不叫舞厅，就像那种比较复杂，我们就觉得不是舞厅，给你们年轻人跳舞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那种，跳舞也不叫，也不像夜店，可是它是一个跳舞的地方。游乐场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也是年轻人去的。哦，我知道啊。那就那就我知道你说的，我知道你讲那个，它有点像夜店，还还到还没有到夜店那么那么的，但也不是像舞厅那样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有。然后它就是可能一个空地，然后可能旁边也是有包，然后就有音乐，然后可能就是上去跳跳舞，然后再下来的。我知道那个，我知道那个。现在夜店不是这样子，现在那个已经没了，那已经没了，现在就变成所谓的夜店了。那现在夜店是这样？夜店它就是有一个舞台上面，然后舞台会有一点点而已，会有 dancer 这样，还会有 DJ。DJ 上面放歌，然后他周围就是包厢，然后还有一个 bartend， 然后舞台下来就是一个舞池，舞池旁边就是包厢，然后 bartend， 全部都放快桌。那舞池就在那可以跳舞的。舞池通常都是可能要11:30之后，可能会有可能 NC 吧会出来，或者就是可能会有可能你有喝 can 的，喝 can 就会开始下一个跳，然后就慢慢的越来越吵，越来越热，然后音乐歌就放更不一样，更不一样之后就。就如果是人去跳舞，然后可能一两点就会有 dancer 出来跳，然后 MC 就出来 ，MC 出来就唱了几首。MC 干什么 ？MC 就找 Michael 什么蛙哥的，不是那个 MC 啊。Michael 唱歌。对啊，反正不是那个 MC 就对了，是另外一个 MC。然后就 MC， 然后他们就出来唱了几首，然后就。哦，在干嘛？然后可能到三点多之后，大家要喝汤了，可能就。慢慢。对，就会慢慢的缓，可是还是会嗨，会嗨。啊，然后三点多快结束，快四点多两个，就结束，然后四点多，主要提早关，就提早两个，就三点四十几分这样。我朋友刚走，前面几点开灯，那头痛，我们又一不见了。好吧，好吧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增加的票。